各位家长，前面校服，我穿越了，还是在做梦？社群，李成秀，我是以前的成秀。不好意思。 今天老师拖堂了，你等了多久啊？我很久啊。如果以后再拖堂，你就不要等我了，自己先吃吧。我想等你。对了，我的书包，多给你，多吃一点。